梳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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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梳头。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是12月17日，我们的第16个晨练日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山坡上，来看一看这种。这种光线洒过来的感觉是多么的美妙。看这个阳光穿透这种树林，让我们晒到太阳，感觉到真温暖了。这上面是个白土，白土地，前面是有栅栏拦住拦截，一步步走向阳光，阳光明媚，阳光灿烂，阳光无敌，无敌的阳光。
好了，现在走到这边了，我们现在往上走吧，看看这景色是怎么的不一样。这是住宅，阳光灿烂，看这个树，树的形状不一样，这边不一样。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活在阳光里啊，活在阳光里比较好，活在加州这种灿烂的阳光里多温暖。因为现在纽约那边是下雪了，然后德州俄克拉哈马那边是下雪了，北边那个都一一的下雪了，然后看到我们这个阳光明媚，大家都说哦，好好舒畅，好开朗。今天是34度，早上温度还是比较低，35，所以特别穿了一个外套，防止受凉。昨天说起的那个低温症，就是反应迟钝，感觉不出来温度，昏昏沉沉，或就是患了低温症。我们这走在自己的，完全走在阳光里，会感觉到很美很棒。这是在阿拉巴马，阿拉巴马州买的 T 恤，阿拉巴马买的这种 T 恤，看看。阿拉巴马 Sweet Home， 阿拉巴马就是甜蜜的家，阿拉巴马这种混 T 恤，然后看到第一眼就感觉到很喜欢，买吧买吧。有时候消费就是一种冲动，喜欢了就买，不买就会后悔。然后看到这个凳子椅子，这么孤独的在这里，就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啊，就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。看着。苍天呐、大地呀，实现理想吧！多么美好啊！今天你好，欧神赛的你好，卡斯拜的你好，加州你好，美国你好，世界你好。
今天真好，世界真棒。我们要，哎，现在太阳出的这么高了，听到了钟声。现在8:45，它这钟是15分钟一敲吗？多长时间一敲呀？拍一些影子也很好看，拍一些影子很好看。现在的今天早上锻炼1866步，华为手机有这种锻炼的功能，可0.83英里，燃烧的热量是51千卡，卡路里，燃烧我的卡路里，卡路里。从右向左，车道行驶缓慢，有点堵塞，行由左向右，车道比较通畅。有这种山谷之间，有山有海，山海之间，这是我们来时的路。太阳没有照到的时候还是比较阴凉的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这是锻炼的第16天，拜拜。